车。只要地球爆炸，我们坚决不放假。哎呀，上班吧，啥也别说了。哎呀，我。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。堵车！只要地球爆炸，我们坚决不放假。刚一百一的就别出门了啊！风太大，容易给你刮跑了。这孩子咋的？我就说吧，刚一百一。哎呦我的妈！太爽了哈！看看这车啊，这车全在树底下呢啊，看看。这大暴雪，见过这么恶劣的天气吗？这就是黑龙江哈尔滨。看吧，这吃嘞吃嘞吃嘞，飘嘞！咦，我的乖乖，你说咋走嘞哈？回，已经失控了，死鸡巴大点了！咦，乖！你这一住。人家高速变成停车场了啊！靠，你瞅瞅这楼道都是一毛命冰，反正谁敢走？我天爷！这场雪下的可弄好了。上三步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喂！噔噔噔噔噔，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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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上班之前得先敲冰。Welcome to 东北，东北帅。扶了也不动啊，这咋走的这个？哎呀妈，谁给我想点招啊？车门打开都没有用了，轮胎都给我粘上了。